今天穿成这样的这个要表演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西班牙舞，叫做 Flamingo。西班牙舞啊，然后今天每一个人的这个服装都非常的讲究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的腿，哇，怎么都没有腿？对，都在都没有，我们都用飘，都在雾下面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非常重要哦，因为西班牙舞基本上呢不是很好跳的一个舞。是啊，而且看样子徐杰儿扮的是男装、哦。我是女扮男装，就两男争一女吧。啊，对对，太可惜了，应该叫张韶涵扮。对啊，张韶涵都不用什么妆，因为我太矮了。我有争取过。哦，是是是。好，所以呢，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待会儿你们这边也是要带来不一样的表演。是是是，是不是？勇猛，勇猛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属于比较西部的表演。待会儿回来我们来看勇猛的表演。是的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的表演。Yeah, yeah, yeah.